Kuji 算是怎么讲？他算是在那个繁殖场哈、哦，给人家虐待过。你知道看他就眼睛会不敢看你这样。年轻的时候完全是义气，卖一派的照片。之前小我弟弟小鬼，我也带一两百个，那我为什么肯这样下去肯做？就算我今天不好过，我也不会给你饿死，因为Kuji在，让我没有时间去做坏事。就突然知道他快死那种感觉，那种恐惧感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就出来了。我觉得Kuji走他是很难过，只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啊。一直叫他名字，叫二三十声，真的不理我。不要是真的。以前养的狗那个叫宠物，Kuji是亲人。